富含人文气息以及台东历史发展轨迹的台东民权里日式建筑文。我们呢一直守护一间给予温暖和保暖的店，更有人站在最前面争取。我们艺术家谢小浪老师，他展出的《白女图》台东女子系列。以这个主题为主，我们强调的是台东生活，因为强调了台东生活呢，又特别邀请我们在地的艺术家，强调的是要传达的是东女在各领域的发展的潜力，多元族群的重要女性的优势，还有社区妇女老后的预备以及生活安排等等的妇女议题，我们在努力。这是东女的代表作，对不对？代表作。哎呀，我们的吴英英，哎，之前是科长，现在呢是代表我们议长出席，秘书谢谢您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代表林崇焕副议长出席的，代表郭中彦议员出席的，祝谢谢啊，在场的我们也还有我们很多的妇女团体啊，现场欢迎。还有台东市光明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陈丽玲陈总干事，欢迎。以及台东市新生社区发展协会的罗春芳罗总干事，艺术家谢老师，以及李树叉议员，还有我们议长副议长，各位议员的秘书哈，市长的秘书，以及我们的妇女权益委员。其实在家里我父亲相对弱势，所以在一直的路上，我只有一直觉得把事情做好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好奇的心，就是只要是工作或者学校交给我新的工作，我都只有很开心，而且我很享受我的每一份工作，那每一份工作都会很有挑战，那我相信这份工作的挑战性也不小，那我很高兴我有很棒的团队，台东县政府是非常棒的团队，那大家一定要去看，等我们这边结束看一下这三个地方。那因为谢老师的画的女生很可爱，好，很可爱，然后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这100张图都有在台东，那也特别老师也为了台东画了10张属于台东的特别的妇女的一个形象，好，所以这是老师对台东的印象。欢迎小浪老师。我是《白女图》的创作人谢小浪。那今天我觉得非常相当的荣幸，国家妇女馆，然后策展到全台湾以及离岛金门巡回，那目前已经巡回了1.5年的时间，今年还会继续巡回。7月19号缘起开始，那我要特别先叫做破梗，我们先讲就是台东女子系列，我们白女图在这个场地有5个有首长，甚至呢是长官代表参与全程的一个县市。令我非常的感动，像做成女力文创，让更多的女性能够因为接触到，能够启发她自己，看见自己的能量所在。这是第二个第一，就是制作我们的女力文创商品。那第三个第一呢？觉得非常的感动的是，从上到下，每一位朋友都用这样的有前瞻性，而且有女性动能的方式在呈现自己。什么口号？我要说我要捍卫什么？而是真的如实坚定的生活，然后真的如实把自己的本分。来回赠台东女子文创纪念品。里面呢还有很多精致的文创商品，也要献给我们的谢小浪老师。谢谢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那老师请入座，现场请留步。我想呢，现场到转了先来拍一张照，待会儿呢再请四位贵宾呢将我们的手板呢按在我们这个图片上面，完成这整个拼图，所以掷地有声啊，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台东女子最有爱，要比爱心哦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现在因为还是防疫期间呢，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呢，要做好自己的防疫。